头前的路无好行，最近甲俺嘛爱行，拍拍你当咱来做工，人人若有朝天会看，天公一定会来听。想拢有梦想，拢袂轻松，好好把握时机，千万袂当平淡。想拢有梦想，拢会少贪。吃过一摆，最后是成功有一条件。不要紧的想法是要安怎甲人拼，无目标的生活是要安怎甲人输赢。不要紧的想法是要安怎甲人拼，无目标的生活，安尼真正唔通。我感觉唔通，安尼真正唔通。我感觉唔通，唔通，唔通，唔通。我感觉唔通，安尼真正唔通。我感觉唔通，唔通，唔通，唔通。伊若真正是坏查某囝，我会甲我全部武艺拢传予伊。咪快嘴！爹，丑陋官有啥物好啊？伊一口看起来哦，敢那咧牙石嫩嘞。你也甲恁小妹学，爱留我装一个，啊你唔爱讲哦，清辉也不介你哦啦。你敢有听讲报名出现一只白马？即马大家拢想钱要去掠白马哦，我嘛来去掠白马。你敢甲我相输无？这帮我够多嘞。到底是有还是无啊？无得靠，这是谣言，根本就无白马啊！我看咱会转好啊！嘘，我刚刚听到马蹄声呢。哎，真正有白马呢！我一定要抓到伊。白马奈无去啊？无可能，一直在遐。对。哎，等我啦！哈哈哈！哎，偷偷啊！慢点，你坐伫拄只。那嘛一个字就无去啊！是白马，紧了！明仔日就要入厝啊，四界紧顺顺的。好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搁加强的。好，来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嗯，那一个蜘蛛丝啊，紧拼拼，紧拼拼，无明仔日人客来要入厝哦，都歹看的。好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码头啊，我目睭闭袂开啊。先入来闭一下。但这是从国家讲。好啊。蜘蛛侠，你竟献身啊！竟献身出来去救地球，无得靠！
你今仔日就有法度化作人形啦！蜘蛛精，你有听到无？你紧现身啦！蜘蛛精！蜘蛛精，你终于做人啦！哟，就是安尼。继续继续地去，安得着？成功啊！总算成功啊！是个足好诶！等来遐久，化妆成化作人形啊！白白姐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是啊，等一晚尔。总算等到你一世人化作人形，会当用妖仙手法啦。我唔只好同佮你斗相共，只是希望你这边能行进度，千万袂当佮犯规去闯祸。我一定好好修炼，袂去辜负你对我期待。看到你安尼讲我，我是真欢喜的。你好好修炼，我先来走。地气要收，人的勇气也要保，那这样修炼才会较紧。伯伯走位倒去啊？这里阮都清楚啊，伯伯敢是伫内底？真好，拄好有人来啊，我就摕伊的勇气来保我的内丹，领导，那你赶紧去啊！哎呀，袂当啦，阮家明仔才要入厝，今晚无好耍呀。哟，那呢，找白叔再入去啊。哦，行。啊，这墙啊这么高，找无过海的物件，是要安怎爬过啊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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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奇怪，那你什么都没看到啊？对啊，也没看到白白的脚底印呢。不然好啊，我去那边找看看。好，我找这边。啊。啊！啊！哦，什么物件搞定啊？啊！放安尼干嘛袂这么疼啊？哦哦哦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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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咧讲动什么灾劫啊？啊，无啦无啦，啊，既然阴暗找袂到白马，那呢，咱就无算输赢，你应该回去啊。好啦，今日说你好运，我嘛无想要甲你批，我先来走。无可能。
这世间根本无神嘛无鬼，这好心话烧到臭一搭，一定是因为品质上烂才安尼，绝对不是替我当什么灾劫。哎，母娘，阿爸，阿娘在家。啊、这花那是我臭鬼打，我嘛唔知影。新皇宫在上，地主何传，多谢你保庇我后生文良多过一劫，真正感谢。阿爸。那个，别在神明的面头前讲不敬的话。何文良，一世人你原本就歹命，加上自细汉不信神、不敬神，九天马地，更加注定地火烧，又搁多劫难。我该如何做你呢？这次令我费心啦。你一个家小等我一下，我再来去替你求一个护身符。明明就是那个护身符品质上烂，阿爸煞拢唔相信啊。这有够无聊的。我看，我还是出去洗洗好啊。有咯。明明这个世间就无鬼神，啊，不过所有人煞拢无支持我的想法，实在让我真苦恼啦。哎，对啦，真苦恼啦！哎，好错！哎，你们错啥？你们错啥？少年的，我知影你心肝内有一挂代志真苦恼，我也是来替你解忧愁的。这位阿伯，较早我无看过你的，你是倒位人啊？哦。一千年前，我是东山的人，也那是真嘛？我是一个新仙啊！你是新仙？唔知影倒位来笑？我唔是笑的啦！啊，那无安尼啦，你会当叫我阿元帅？我是来点化你的。我知影你这个人吼，安尼足气气的。啊！唔相信这个世间有鬼神的存在，对不？这是当然的啊！目睭看得到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我无看过鬼，嘛无看过神，我当然唔相信啊！要不安尼，你即马目睭摕起来，我来替你安尼开天眼。你要替我开天眼？我听你咧分家鬼咧，什么开天眼？莫讲我咧分家鬼啦！你甲想看卖啊？那是我替你开天眼了后，你犹原看袂到鬼神，啊，就证明你是对的啊。好，我就让你替我开天眼，啊，不过你要安怎做？简单，我已经将我的精气灌下一支手啊，然后你只要目睭开开，徛伫个遮安尼。好，嘿，天干，嘿，啊，我的目睭，你是怎好睁啊？少年的，我无甲你睁，我只是替你开天眼啦。刷落来，看你的造化咯，来走。哥啊，你何等卖走啊！你何等卖走，何等卖走啊！啊，人来！
哪一只？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跟你讲啦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要把这个套餐吼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是安怎无缘无故要送我套餐？因为我对你……等下，我无想要听。阮阿姊咧介意你，我是对你无意思哦。我警告你，莫对我高高低，若无我随甲这件代志，甲我阿妈讲，甲伊讲出去。阿弟哦。金星，今天是好叔兄因家的新厝，你敢有要去搭闹热？我去遐要创啥啦？要去遐看起新厝，比我较敖样啦，无可能啦，食较歹啦，无可能伊遐穿家己的公仔啦。奇怪，迄只白马怎会无缘无故就消失？连贯啦，咧细细念细细念，是啥物代志啦？无啦，无重要啦。阿爸，今仔日是阿伯伫厝呢，是毋是应该甲伊恭喜一下？是要恭喜啥？今日只是你亲生老母做嫁日子哦。你竟然敢袂记的？你查囝是安怎做的？你有够不孝了你呢？我好啦好啦，我也是要去甲恁老母扫墓啦。你若要讲大老家，你家己去啦。我只是一时袂记住啊，有话袂当好话讲，一直安尼后背，面是袂写话啦。我即摆就要去扫阿母的墓，我要去传物件。等下啦，你是怎叫清辉，甲咱斗阵来去啦？知啦。金星，好啊啦。阿明官也不是偷工的，你又莫去骂伊啊！哎呦，你拢有看的啦，安尼搞成一个灾，哪款了啦？连你家己亲生老母做记的日子都放我袂记的，无唔对啦。伊出世无外久，因老母就来过世了呀。啊，不过这这尔啊重要的代志，哪会用去甲放我袂记的？阿爸讲了对，这重要的代志，若是我，一定袂放袂记。阿姊给人骂哦，是应该的。对哦。好啦，我无应该安尼讲阿姊，这条算我唔对。阿母，我即马就来去甲你拆药啊，随转来哦。啊！你是安怎？来来，坐。阿哥。本正我今日想讲吼，要甲你去阿姊的墓仔拜拜，啊，不过唔知是安怎透早起，头壳痛到沙沙叫，我想我今日无法度甲你去啊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吼，卖烦恼啦，我甲你弟弟抓抓吼，无抓抓你就较爽快啦。啊，你人你无爽快，你就多爱厝休困，我甲你来扫墓了。无抓抓恁阿姐吼，伊会谅解你啦，啊。是，等你死了后，几乎都是我的啊！你放心，姐夫跟囡仔拢会好好疼惜，你就安心啊去。
陛下，今日是你的忌日啦，啊，我将刚带兵官，改未来的红衫、穿飞，在你的墓前给你拜拜。重点就是要跟你讲，我会选一天好的日子，甲兵官、甲穿飞，会喜事办办的啦。欢迎那是安怎啦？那还无洗伊啊，一挂花啊，湿湿破，来啦，起。哎呦，哦，哪当啊？哎呦，安尼快咯！将你。